我们现在要讲性能试验。正水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把这个打开。那这个本来应该是要关的。那我们在测试前要先来拉这个拉杆，电源拉杆。电源拉杆，把它往上推，这时候主泵不就开始运转？那主泵运转之后呢，再到性能试验部一次测。一次测全开，那一次测全开之后呢，到二次测去做调整。这边调，把它调到流量指针到250的时候。到250的时候。到250这个位置。指针到250。那250之后呢，再下来看连程器跟压力表。这是压力表，这是连程器。一般我们测泵部性能的时候，会到比照它的原始的性能来去做测试。那像这个，它原本的额定扬程是60 psi， 这是 psi 哈，60 psi。那我们这一次测的结果是62 psi， 所以是符合规定的。这是性能试验的部分。